这阿嬷好恐怖。什么阿嬷？我是鬼修女。玩那个鬼修女的游戏，好恐怖哦！我的老天爷啊，嘴唇画红的应该不错，不行啊！鬼修女的嘴唇就是要黑的、啊，鬼修女的嘴唇红的，又不是鬼修女啦、啊，是那个、啊、不知道什么妖修鬼啊！这阿嬷好恐怖，什么阿嬷？我是鬼修女，很恐怖是。我鼻子都用皮肤蜡做的，我现在在那边哈哈笑，等下随时会掉下来。鬼修女变伏地魔，画凶一点，怎么更像阿嬷了？哟，你们有没有听到那个音效？恐怖哦！这写 evil nun， evil nun 就是邪恶修女的意思。来玩咯，大家先进个广告。哈哈哈中间那个是我，你们看到戴着头套，那就是我，我是鬼修女。你的孩子已经免费进入本学校组成的夏令营，在。悉心的照顾下，你的孩子将会度过一个难忘的夏天。好，要进去咯。我们现在开到一个荒山野岭，有很多圣诞树，然后到了一个房子前面。啊，大半夜送孩子来夏令营的啦。现在要去哪里嘞？哎呀，那什么东西？等一下。我叫 YAA321，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耶，这里好恐怖哦，绿绿的。哎呦，这里有一个，是我的祖父的画像。我们世世代代都是扮鬼修女开台的。我要怎么离开这个房间嘞？是，啊。这什么 鬼房子啊，你阿嬷嘞？这里有写逃生出口。出口就在这吧，这打得开吗？看一下。哎呦！什么声音？吓死我了！厨师说，我阿嬷在玩这个游戏。阿嬷，谁是阿嬷？我是鬼修女 ，Evil Nun， 下面阿嬷 ，Evil Nun 什么 Evil 嘛？英文发音要标准哈。这有一个书本，来看一下写什么。反修女信的是恶魔。是我阿公，关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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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门关起来，他就不会在了。我在这里了，哇，好恐怖哦！这里还有一扇门，必须有一个钥匙才能打开这样的门。找钥匙，哎呦，被门撞到。这里是一个，那里有个，哦，有个人，有个奇怪的人。我蹲下，蹲下，他就看不到我了。这有个暗门，暗门可以开。哦呦，空一声吓死我了。这个暗门通到哪里嘞？哦，暗门可以通到外面。鬼修女应该不会蹲下来吧？嘘，好大声，小声一点。现在我们要先去找钥匙。哎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哎呦，他钻不进来吧？他这么高大呢？啊！他怎么进来的？他怎么？怎么那么恐怖？可恶啊！身为一个职业的鬼修女，竟然在这种游戏被羞辱！
我要让那个鬼修女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鬼修女，你还骂嘞！我现在要硬起来了，我现在怎么？他有棍子，我就没有棍子吗？我们要先去找钥匙。哎呦，怎么一开始又是他？哇，好烦啊！干嘛啦？那是什么？他给我戴了一个，他给我戴一个面具。我叫 ETR，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还叫 KTR 嘞。成长的书里面有什么？丢掉哦。会不会里面有钥匙？我今天把这些门都打开好，到时候躲起来比较方便。他等一下进来，然后他就看不到。哎呦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对不起啊！不要再来了，拜托你。啊，这个是什么杀人的方法？哎呦，空一声，空一声，要赶快退一点，看一下。哎呦，他是看到，他看到了吗？他没看到我，过去看看他走了没啊？我还把这个门给关起来。算了，算了，躲藏起来！不是，我只是来。啥呢？我觉得你会多一个 evil 马外吗？ evil n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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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 u n 修女，所以还是用手机玩，用手机玩就比较难操作。等先帮我把直播公开分享出去。我刚拍完丽英仔回来，有点累。我僵尸版我爱我鬼修女，鬼修女，上网查一下我的大名，我是国际巨星的带头的。哦，没看过我演的丽英仔吗？我在里面神出鬼没的，拿着相框到处乱跑。身为一个女人，我私下还是有个性感路线的啦，我不是总是像电影里面这么恐怖的啦。这个房间进去看一下。这扇门只能用密码来打开。这是我的姐妹的画像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啊！哦，吓死我了！哎，有，你们看到有个人来了，有个人干嘛来了？早就被杀都来不及了，还要去找密码？这里总共有九个数字，这种破烂木门还要用密码来开？你在搞啊，公生球，就是一脚就踹开的，还密码锁？哦，这有点像祭坛的地方，先关起来了，先关起来。这木头可以捡，看是不是拿来烧的？哦，有烧起来了。我是要拿来烧什么嘞？快速下楼梯，真的，再试试看吧。我觉得有突破自己就是一个好事，起码我已经成功走出第一个房间了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接，一起来投稿吧。好吧。
你们有没有人可以直接告诉我密码是什么？在这里。下去，这个我还没下去过，下去。我来到个新地方了，帅啦！有些这是按钮是干嘛的？在玩这个章节，你需要迷宫挑战章节。他妈，我这里我还不能玩，这地牢是不能进去的。地上这是，费尽了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，结果没什么屁用，冒着被阿婆敲破头的风险才来到这个地下室。结果他妈的什么都没有，我看这个火可不可以烧那阿婆？他来就是被这个烧到了，会不会多烧几个？给谁是会不知道，还需要个电话号码？你妈的！哦，二楼有二楼，上二楼。这个什么反厅？啊！这里，这是下面。快走！走个账，躲起来。他在那边，他看到我，报告，多谢，要死我，逃掉了耶。这里是那个厕所。他在那。看到我了，屌娘们！好恐怖哦，他长得好像我。不要开，别开，太困难了啦。喜欢这次的鬼修女装扮吗？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感想，拜托，我需要知道你们的心声。那祝大家万圣节快乐，下集见，拜拜。